下面是写日文吗？没有，他字还没贴好。哦，字还没贴好。对。他之后会穿那个。这里。哦。在那边乱笑。讲练旧不凡啊！他们的展览布置还不错。对啊。在国外有几部分。这么说。哎，这个好玩哎！从那边拍是不是光线比较好？对，你家在背光。对，我在背光。